长大也要开飞机，带着妈妈飞。你们可以教我开飞机吗？可以啊。哎，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啊。嗯。如果你只能选一个人做你的老师，你是选他呢，还是选我呢？姐姐。哥哥，我要你们俩一起。我要跟你们拍照。好的，过来，我们来这边。哎，顾小兰，来呀！我才不拍了。哎，别了，小孩的心乱了。来来来，哎，夏至，拿我手机拍一个。好。来了，小朋友，拍照片。稍等一下。没想到你这么喜欢孩子呀。嗯，孩子。哦，我是觉得他还挺可爱的。走了吧。我看雨禾一五个孩子，半条命都快没了。我呀，坚决不生孩子。清汤这边，谢谢。你不是只爱重麻重辣吗？最近打算换换口味。那啊，我不喝这个，我喝白水。说白开水没味儿吧，其实也挺有味道的，还蛮好喝的。你说什么绕口令呢？你不是最爱喝可乐了吗？谢谢啊，不客气。南迪哥辛苦了，喝口水。我不喝饮料。脸抽筋了，笑啥？你觉得顾南亭怎么样？他今天是不是又在驾驶舱折磨你了？哎，你也别太怪他。你呢，只是恰巧赶上了顾机长傲娇的一面。其实呢，他还有闷骚的一面。听你这么一说，好像真的是有那么一点点。何止是一点点啊！你看啊，他明明很在雨禾，但从来都不在外人面前表现出来。你不是说雨禾是一头热吗？情况不一样了。你哥还没来的时候，我跟雨禾在公司门口，雨禾腿抽筋了，你都不知道顾机长有多着急呀，主动要送雨禾回家，还故意说送我们回家，这不是明摆着要暗示我让我赶紧消失吗？那我今天晚上是不是得晚点回去？又不干脆直接住你家得了。你说这万一人家顾机长晚上留我家了呢？你想太多了。哎，其实我特别希望他们俩能好好在一起。你想啊，如果顾机长能被雨恒这样的软妹子好好的给宠爱着，说不定就会慢慢的升温，以后呢也不对下属那么苛刻了，这样不是对你大大的有利吗？猪脑好了，读博。干嘛呀，还没熟呢。你不是要吃白汤吗？白汤不适合我。他明明很在雨恒，但从来都不在外人面前表现出来。雨恒腿抽筋了，你都不知道顾机长有多着急呀。那我今天晚上是不是得晚点回去啊？要不干脆直接住你家得了。你说这万一人家顾机长晚上留我家了呢？
我觉得这一段还是有问题，以后遭遇飞机严重颠簸，首先要保护的还是自己，只有保护好自己才能保护好乘客。我懂了。那以后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来找我。雨花，我和程香还有工作要谈。啊，我正好也要回去了，谢谢南平哥。没事。程香，坐吧。你的允恒不会生气吗？怎么了？腿抽筋了。我送你去医务室。不用。好了。啊。对了，你刚才要说什么？顾部长真是个大好人，不管谁的腿抽筋了都那么关心。